台铁的区间电联车阿福号，因为造型非常特殊，很多的铁道迷都非常的喜欢呢。现在台铁呢就干脆打造了 Q 版的阿福号便当贩卖车，把铁道明星缩小成为了小餐车，要卖铁路便当来冲业绩。今天一亮相又得到了不少的赞美。便当，排骨便当，小铁路便当。蓝白餐车在月台来回穿梭，再仔细看，车头贴有各式便当图片，还有小灯一闪一闪，卡哇伊程度破表，就像是从卡通里走出来。想要买，想要买，为什么？哎，看起来好好吃，很 Q 啊，很可爱。然后是缩小版的这样子。对，会不会很想买？会有想要买的感觉。谢谢，这是你的便当。谢谢。现在买台铁便当不只在车站贩卖站买得到，现在还推出一种 Q 版的可爱便当车，可以让民众更轻松的选购便当。哎，怎么这里也有一台放大版餐车？其实停靠月台边的才是真正的700型阿福电联车本尊，和月台上台铁推出的 Q 版餐车，不论是车头灯号还是蓝白橘车身，都和本尊一模一样。这个设计就是仿照原车，那几乎是那个逼真度是100%啦，那是小巧可爱。那推出刚刚也在月台上受到很多小朋友的欢迎。推出 Q 版餐车，台铁不是头一遭，早在2010年，台铁就推过 Q 版泰鲁格号，现在退休了，换有子母车的小阿福号来接棒，可爱造型让等车民众看到脸上都多了笑容，也让台铁便当的业绩再度冲高。专讯吴迪瑞、林文婷台北综合报道。